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Mandy， 我是 Carrie， 我是 Carrie 妈妈。我们这次呢是改造妈妈计划，噔噔，这是一个月后的妈妈，让你们猜猜这次我们带妈妈做了什么呢？现在妈妈是不是看不出来几岁了呀？我自己觉得至少有回春了10岁。那接下来我们就看妈妈实际的改造过程吧 ，Go。埋线就是说密集效果很好，然后我们现在有新的线叫做美特拉钩子，算是拉力是目前全台湾合法的线材，拉力最强的，不管是持久性或是效果都会很好。所以如果说你都没有做过的话，我会用搭配的方式，就是我们线不要埋那么多，对，玻尿酸去触法令纹的部分，尤其是我们今天要用的玻尿酸是 TLC 的玻尿酸，瑞士的，所以叫做隐形玻尿酸，它就是最适合打这种动态的区域，所以我们会搭配一下。那我们可以改善的区域呢，就包含那个法令纹啊，还有说下颌线嘴边肉的部分，用到这样上个拉。如果说你想要效果好一点，开始可以拉紧一点，但是相对来说，一开始拉的比较紧，就是前一个月会比较不自然。自然跟效果是一个跷跷板，你如果要自然的话，效果相对来说会少一点。可以接受一点点的修复期的话，当然拉越紧，效果越好。修复期是还好，就听老师的建议。好，没问题 ，OK。那我们现在就来到净钻诊所，现在准备要带妈妈去做大改造。大改造，因为妈妈其实期待蛮久，因为她之前原本就想做，然后我们也一直有帮妈妈在周期警报、各种资讯，然后做功课，看说哪一个疗程比较适合妈妈。然后这一次呢，我们就来到金钻诊所，决定带妈妈大改造。妈妈今天是给超级专业的皮肤专科医生张颖硕医师。那经过医生的专业评估之后，妈妈决定做三大项目。第一呢，就是拉提线。那拉提线的话，妈妈有做提美拉跟美特拉两种线材。再来就是提奥西的玻尿酸，动态玻尿酸。然后再来就是呢，透过肉毒呢，让肌肉放松，然后也同时呢拉提，效果会更好。对，那我是觉得啊，就是其实妈妈是50+的年龄，那女人在30+、40+的时候，可能会面临到生小孩啊，然后工作繁忙啊，然后家庭的重担，各种的就是对烦恼压力，所以呢我觉得女人要好好的爱自己，爱美就是女生的天性，对，爱美就是女生的天性。因为我是一个不排斥去尝试医美的人，微调的帮助的话可以让自己状态达到更好的话，我觉得是女生照镜子都会觉得很开心的一件事情。我们开始喽，麻药都会比较脏一点。不会啊，我觉得不会痛啊，不会痛。妈妈可以，就知道有针下去，妈妈可以忍痛。哦，觉得还好。会有感觉吗？不是，就这样子，就这样。开始有感觉吗？没有。我可以有表情吗？对，都没关系。妈妈皮肤比较薄。对，我就觉得有点紧紧张张，正常。正常。感觉有拉提，感觉我整个脸紧绷了。我们这边已经结束了哈。好。不用敷太久，因为它其实比较大的伤口都会有贴起来。OK， 好，现在完成任务了。然后，那你觉得今天怎么样？
我觉得医师很专业，而且我在疗程当中也不会觉得很痛啊，受不了，觉得很放心。那你做完之后，目前当下的你看做完，我就觉得我好像年轻十岁了，就是妈妈术后就刚做完。对，医师是说大概两个星期，差不多呢，就三个星期之后来看看成果，对，有点期待，忘了比妈妈还紧张。那我们现在就很期待两三个星期之后的见真章，对，成果。OK。那这是 Carrie 妈妈一个月后的成果啦。我自己觉得妈妈这边的线条变得很明显，那你觉得呢？我觉得，因为我是对医美小有研究，然后呢，就是妈妈有之前就想去做一些改造，然后我帮妈妈收集很多资讯之后呢，就觉得找到最适合妈妈的模式。那我觉得呢，最有感的呢，就是那个 V 的线条，然后呢，还有整个的蓬润度的感觉，胶原蛋白感觉更多的感觉，然后整个明亮度我觉得很足够，更蓬润了。对，而且妈妈现在是一个非常淡妆的状态，没有化妆，没有化妆，就是只有擦个口红。对，然后整个的那个气色我觉得非常好，我觉得很厉害是医生为你量身打造，就是根据妈妈她的需求，然后她希望她想要改造成什么模样，然后呢依照目前的适合妈妈的疗程，然后去定制这个适合妈妈的这个改造计划。对，然后最后呢就拥有这样子完美的成果，我自己是觉得很有感。那最后呢要问妈妈的感受，自己的感受。我觉得安心的话，当时我们在术后的时候我就已经讲医生让我们很安心，回来之后就是要听医生的嘱咐嘛。现在呢我的感觉就是脸上还是有紧绷的感觉，而且我觉得他的拉提让我觉得我好像真的年轻了有十岁，感觉看起来脸不会这么累。哦，对，对，因为我本来是松垮，后来拉提以后感觉就比较有精神，对，比较有精神。对，那最后呢，要谢谢金钻时尚诊所给妈妈这么满意，然后这么专业的体验，推荐哦，超级推荐，推荐指数五颗星哦。那这集就到这里喽，这集就到这里喽，谢谢你们收看，谢谢你们收看，安之 Z 喽，安之 Z 喽，拜拜，拜拜，你看，哦，超级 V，哦，而且侧边的那个线条。超级厉害的，害我也好想去拉一下。我这边都补了，这边都拉了。现在妈妈是我们全家最 V 的脸，脸最小的，瓜子脸，瓜子脸。